11月1日，唐嫣工作室和罗晋工作室在微博晒出婚礼现场图，并配文称他说 Yes I do。 在晒出的照片中，唐嫣穿着白色婚纱圣洁美丽，罗晋穿着黑色西装帅气优雅，两人还当着众位亲友的面深情接吻，甜蜜有爱。唐嫣的这套婚纱照还是露背装，看起来性感又美丽。唐嫣罗晋还晒出了和伴郎伴娘团的合影，穿着中式礼服的他俩也显得幸福无比。网友们见到图也说太激动了，终于发出来了，等的心急死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